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播出。我们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系统设计里面的资料设计。那这个资料设计呢，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是摆在第九章。那么我们准备一个两个讲师第十四讲跟第十五讲来为各位介绍系统分析与设计的资料设计。那今天呢，是先为各位介绍第十四讲，也就是我们的第九章的第第一部分。 那么我们这一讲讲授的内容呢，大概包括了第一个是资料设计的一个简单的概念，第二个是 DBMS 的组件，第三个是基于 Web 的资料库设计，第四个是资料设计的术语，第五个是资料关联模型。其实，在系统设计中的资料设计呢，是我们要探讨如何发展出一个资料模型，然后这个资料模型呢，要包括了资料的结构、组织、储存跟启用。 及取用的整个的实体设计，那么这个资料设计的概念呢，大概是我们主要是要设计出一个或者是多个资料库的逻辑及实体的结构，使它能够容纳为一个组织所设计的一套资讯应用系统所需要的所有资讯。大概这个设计的程序呢，大致上可以分为五个步骤。大概第一个步骤是在。 需求分析阶段做规划跟分析，那第二个步骤是在系统分析及设计阶段做概念的设计，第三个部分是在系统设计阶段做逻辑的设计，那第四个步骤是在系统设计的时候做实体的设计。这两个都是我们在这一个逻辑设计也好，实体设计也好，都是在我们的系统设计阶段。那有一些可能在前面有谈过了，那么现在这一章呢，大概资料设计呢，大概是。 大部分是包含了实体的设计，那么实际的完成，第五个步骤，实际的完成呢，也就是把资料库实际建立起来呢，大概是在实作的阶段，也就是在 implementation 的阶阶段。然后我们来看看我我们的资料结构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资料？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的资料呢，也就是我们所发生的任何。 跟我们周遭相关的一些人、地、物、时、事等等的都的的一些事实，都是叫做资料。这个资料呢是跟资讯系统相关的，我们是放在档案里面。那么这个处理这些资料呢，我们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档案导向 f i r e o r i e n t e d 的系统，另外一种是资料库的系统。这两种系统呢各有利弊，但是。 终终究来讲，目前是以那个资料库的系统是占了大多大部分的资讯系统，那么档案导向的系统呢是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一些大型的银行啊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料，他会用到档案导向的系统。那这两个系统的区别呢，大概档案导向呢是每一个资讯系统就。 会自己设自己的一个档案，那么每一个档案都是独立的，所以这个资料会很多重复的。那么资料库呢，是把所有的相关的资料通通放在一个资料库里面，所以资料是没有重复的。它是在取用上也比较方便，也比较比较不会浪费，但是它处理的时间上就会比档案导向的时间会长一点，所以这个是有各有利弊。那么我们。 先先来看看这个档案导向资讯系统，它使用的档案的类型有哪几类？第一个是它会使用到主档，那么这个主档呢，就是摆着主要的资料，譬如说是我们的学生档、学生资料档、成绩档，各种档都是属于主档。那么第二个呢是对照表档，这个对照表档里面呢，跟主档一样，也都是放着比较长、需要长时间储储存的资料。 比如说一些参数啦，或者一些这个价格啦等等之类，就是放在对照表档，或者是一些使用我们如果是用使用代码的话，那么代码的对照表档也是这个对照表档。第三个是交易档，交易档是事件发生的时候、交易发生的时候所要用到的档。那每一笔交易就会在个交易档里面产生一笔记录。那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做一个总结，把这些交易资料弄成一个总结之后呢，可能就会把这些交易再放到后面这些。 历史档里面去，但第四个是工作档，那这工作档呢，就是我们资讯系统要做工作的时候所使用到的档案，那就是说，呃，工作结束之后，这个工作档就没有就会结束掉了。那第五第五个是安全档，因为我们的资料呢必须要考虑到安全，就是因为我们的档案呢需要做我们的资料呢跟档案呢是要做备备份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资料档都会毁损。 电脑也可能会回损，天后天灾也可能会让这个资料档不见，所以我们必要必须要做一个安全的备份，把所有的资料备份一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假设有一些天灾人祸或者不小心机器当掉了，还可以从这个备备份档里面、这个安全档里面把回复到原来的资料。最后一个就是历史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料仓储、资料探看的技术呢，都需要很长期的历史档，所以我们这个当初那些交易档啊，或者什么。 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在年结之后，或者就会把它丢到历史档里面去做长期的储存。这个是档案导向系统，它里面用到的档案。那么关联式资料库呢，的跟档案处理的又不一样。那它的资料库，它的特性是这样子：它的每一个资料表，它只包含了一种资料记录的形态。然后它的这个每一个资料表里面呢，它的栏位是没有了次序性的。 它的记录也没有持续性的，而且每个栏位都是只有一个值，然后资料表中呢必须要有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就是唯一可以识别出的这个 record 的这个记录的，它是一个栏位或是好几个栏位组合成这个组件。那么关联式资料库的特性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刚刚档案是有这么多档案，然后每一个 资讯系统可能都会这样一一群这些什么工作档、交易档，但是在资料库系统里面呢，可能只有一个资料库或两个资料库，就把这些前面那些所有的的档案统统涵盖在里面。然后它不是用档案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资讯表，应该是用那个资料表的方式来表达。那么档案系统呢，它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每一个资讯系统都用它自己的档案系统，所以会造成很多的资料重复。 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档案里面会有学生姓名，那我们在我们课程系统里面用一个课程的选课系统里面，它可能也会有学生的姓名等等这些，所以它的这个档案导向资讯系统的潜在问题，第一个就是资料的重复。那么因为资料的重复呢，就会造成资料的一致性的问题，因为要更新的时候，因为你资料重复在好几个档案里面，也许其中一个档案更新了。 另外一个档案没有更新到，就会造成资料不一致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资料完整性的问题，因为越高层的人他需要到用到的资料是越完整的。假设说你的资料是放在很多不同的档案里面，要到各各个不同档案里面去把资料汇总起来才会产生一个汇总资料的话呢，这个资料的要汇总的完整性呢是很有很大的困难，要很长的时间。 没有办法提供及时的资讯给我们需要做决策的主管，这个是档案导向的资讯系统的最大的三个潜在问题。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资料库系统，它到底是为什么它？ 为什么会有资料库系统这样子一个东西产生？资料库系统呢，主要是为档案处理系统所面临的潜在问题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它可以避免资料的重复，它也可以支援及时跟动态的环境的整体架构。那么，而且呢，现在这个资料库系统呢，大部分的都是由很大的厂商来提供资源。目前大概包括有 Oracle。 Informix 跟 Sybase 跟 MS SQL 就是微软的 MS SQL，他们四家公司都有提供很完整的 DBMS，也就是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就是资料库管理系统，让这个系统发展的人员呢，能够更有效率的使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这个是资料库，就是为了要解决档案系统的这些潜在问题。资料库系统它的具体优点呢，大概有以下的十点。第一点是它的规模。 可以弹性的调整，第二个是它也提供主从式系统更加的资源，主从式系统呢就是 k i n s e r v e 这个我们在将来讲系统架构设计的时候会提到。第三个它是比较经济性的，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第四个呢，它的质量资料是可以分享的，刚刚档案系统里面是不能分享的，现在是可以分享的。第五，它是可以协调并且满足各个部门的需求。第六个呢，它可以强制要求。 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咨询系统，全部都要按照我们的标准，要依照遵循我们的标准。第七个呢，它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料的重复；第八个是它比较安全，然后它第九个是它可以让这个城市设计师不必再去管资料的问题，然后让资料库管理师来管资料的问题，可以提高城市设计人员的生产力。然后第十个，资料的独立性，也就是。 资料跟城市已经不是绝对性的关联在一起，也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城市都用到相同的这个资料库，所以这个资料可以比较独立性。那么资料库的维护呢，可以单独的去进行，可以不要跟城市可以分开来，这个是它的具体的优点。那 DBS 呢，虽然优点，但是它也是有缺点的。它的缺点呢，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比较贵的硬体、软体以及网络。那么第二个呢？ 因为，DBS 呢，大部分都是由那个卖资料库的这个厂商提供 DBMS 系统，然后让这个资料库管理师，或者让城市设计人员，或者是让这个资料库的设计人员来使用。那么这个是会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会要可能有的时候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去学习这些厂商所提供的工具，你才能够把资料库设计做得很好，或者资料库的维护工作做得很好。 那第三个是安全备份跟回复的问题更严重了，因为现在是整个企业整个公司的资料全部在寄居在一个或者两个或者是数个资料库里面，那么假设这个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故障啊，都有可能严重的瘫痪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作，所以这个是比较需要把安全跟备份跟回复做得更好，这个是它大概它的缺点，当然。 从这个优点跟缺点比较起来，看起来还是资料库的优点是多过它的缺点。然后我们再看看 DBMS 的有哪些内部元件，它的内部元件大概包括了第一个叫做标准的 Q Q query 是寻查询语言啊 SQL。那这个 SQL 里面呢有三种，第一种是资料定义语言，这个是给那个资料库。 管理人员跟设计人员使用的，第二个是资料操作语言，这个是给资料使用者的使用的。第三个是资料控制语言，这个也是给这个设计人员跟资料库管理师使用的。那第二个部分内部元素，它有这个纲目，就是 schema。这个纲目呢是定义的资料库的完整结构，是包含了所有的栏位、每个资料表以及。 关联性的描述，还有一个它的内部元件就是实体的资料结构的储存，实体的资料是储存在哪里？是储存在这个我们电脑里面的硬碟里面呢，还是在外面的磁碟库里面呢，还是磁碟柜里面？也就是实体储存在哪个什么地方？那么现在的资料往往都已经可以扩充到磁碟机啦，或者是磁碟柜都可以储存到数十 Giga 或者数百 Giga。 所以这个储存呢，会实资料的实实实体的资料储存呢，越会越来越不是我们做资料设计所关心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 DBMS 的界面元件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图看得出来，它的核心部分就是有一个这个最底底层是资料的实体资料的储存空间，不管是磁碟、磁碟、磁碟柜，或者是光碟，或者各种。 的储存方式都可能，然后各种的储存方式里面再上去就是属于软体的部分，就是属于软软件的部分。第一个，它现在要有钢木 L schema 来定义整个资料结构，还有它的 table，还有它的什么各种的资料的元素等等。然后在外面就是 SQL，第一个是资料库管理师所要使用到的 DDL 跟 DCL。 第二个是使用者所要使用到的 D M D M L，就是操作语言。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应用程式也会要用到我们的资料。那么应用程式呢，一般会透过一些界面，譬如是 O D B C 或者是 J D B C 这种界面来取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这个是我们这个 D B M S 的界面元件。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基于 Web 的设计概念的设计特点。所谓 基于 Web 的设计特点，就是说，我们的因为大家都非常习惯使用 Web，使用网络来去上网。那么我们这个基于 Web 的设计呢，就是把资料库呢用网络的方式分存在网络不同的地点，然后利用 Web 就可以去上网取得资料。那么它的特点大概是，好处大概是，第一，它可以全球取用，也就是基于 Web 的设计特点是可以全球取用；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使用，因为你已经。 本来就很习惯用这个 Web 的，所以很容易使用。第三个是它可以在多平台下使用，不管是 Windows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 Oracle 也好，或者各种的平台上都可以使用。第四个是成本效益，因为你只要有 Web，只要有 IE，大概就可以去存取这些资料，不必在特定的一些特定的软体跟硬体。第五个是适应性。 因为大家都已经适用于上网，适用于用 Web，所以大概适应性也会很好。那么，但是这个我们从下面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做 Web 的设计的资料库呢，是需要一个中介软体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用户端的工作站，右边是 Web 的伺服器，左下角是一个资料库的伺服器。这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由用户端的工作站发出一个。 请求一个 Web 的网页，要取得一些资料，然后这个 Web 伺服器呢，就经过第二步，把这个中介软体来把这个 Web 伺服器的产生的资料送到这个资料库伺服器去，转成对它的需求。然后第三步呢，是资料库伺服器找到了资料之后呢，就把这个资料送给 Web 伺服器。然后第四步呢，才是 Web 伺服器再把这个资料转成 Web 网页送给使用者，用户端的工作站。 所以，这个中介软体去担负了这些翻译的、啊，担负了这些传送的工作。所以，有很多人在做 Web 设计的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些中介软体。那么，有一些专门在开发中介软体的这些第三者 （Third Party） 公司存在。接着，我们来看看资料设计的一些术语，包括了资料的定义。资料的定义里面包括了实体、啊、栏位、记录啦、资料表等等。第二个是键栏位，键栏位有包括了主件啊、什么备选卷等等。第三个是参照完整性。 那么我们先看看资料的定义。实体呢，就是资料所依附的实体，譬如说是学生，譬如说是汽车等等，这些都是实体。那么栏位呢，就是要记录这个实体的特性的栏的栏位。那么一个实体呢，可能要有一个栏位就可以记记载了它的属性，也可能需要好几个栏位才能记记载它的属性。所以实体下来是栏位，那么所有的栏位合在一起。 就可以记载了这个实体的，不管是交易一笔交易，或者是一个学生主体等等，这一个实体的一一笔记录，就是一个 record。那么很多的 record 通通合在一起呢，就是变成档案或者是资料表。在档案系统里面就是一个档案，所有的记录合起来变成一个档案。在档案资料库系统里面，就是所有的档案合起来就变成一个资料表。我们就暂时先。 这边休息一下。接着，我们来看看在资料表里面每一个记录里面，它的栏位到底有哪些键栏位，就是哪些 key。那键栏位里面呢，包括了这些。 一个记录里面的栏位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组件，组件就是唯一能够识别出这一笔记录的那一个栏位，就叫做组件。第二个是备选卷，所有能够当成组件的，就叫做备选卷。第三个是非键栏位，就是不是不能当成组件，也不能当成备选卷的，就是非键的栏位，也就是一般的栏位，就是属于它属性的栏位，只是属于它属性的栏位。第四个是外来件。 所谓的外来键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原原本不是属于这一个资料表里面的，因为每一个资料表的每一笔记录都对应到一个实体，那么这个外来键呢，并不是属于这个实体的特性，而是要去跟别的资料表连接使用的，所以这个外来键呢，一定是另外一个资料表的主键。再来就是次级键，可以当次级键呢，大概也是属于非键栏位里面的，有一些。 它还是具有一些可以去查询、可以去排序的键，叫做次级键，是 secondary key，不是 primary key。primary key 就是主键。然后我们刚刚谈谈到有谈到外来键，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参照完整性，也是有效性的检查的一种。资料输入的时候我们要做有效性检查，有效性的检查呢，就是要来看看这个外来键的值啊。 是不是在另一个资料表中已经有存在的主件值？这样子才能够接受这个外来件的的 key in 进来。那么这个是要避免资料的不一致以及资料的品质问题啊。这个是参照完整性，在前一个部分大概有稍微提到。那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实体，也就是要做资料的设计的一些模型。我们有一个方式叫做实体关联模型。 那么资料库设计呢？通常我们会使用高阶的抽象的图形化的模型来帮助我们来进行资料库设计，称为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商业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型。目前最常使用的商业模型就是实体关联图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这是使用图形符号来表示的实体关联模型，也就是在做资料库设计的时候的用的这些。那我们看一下实体关联图里面的。 怎么样来代表一个实体？一个实体呢，我们是用一个矩形，这个矩形里面呢代表这个实体的名称。譬如这个里面就是学生，就是一个实体。那这里面也有分为实体跟弱实体。其实这个弱实体是不必特别解释的，就是说弱弱实体它是不是单独存在的，是要依附在强实体，也就是有学生才会有学生家长，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实体的图形。再来，我们看看实体关联图里面的关联性。 它的关联性呢，我们大概是用一个菱形符号来代表，这个菱形符号就代表里面的是什么关系，譬如说是拥有啦，或者是选课啦什么等等之类。那么这个关联性呢，它有分成永久性的关联跟暂时性的关联。所谓永久性的关联呢，也就是我们很多的 table 都是靠这种外来键这样互相关联来关联过去，所以才叫做关联性的资料库。 Relational Database，资料库其实有好多种了。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关联性资料库，就是 Relational Database（RDB）。那么这个关联性呢，有永久性的关联。这个永久性的关联呢，是直接就放在资资料库里面，就是这个关联是永久存在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是暂时性的关联，可能因为某一件工作而产生一些关联，然后做完这件工作之后，这个暂时性关联就会消失不见，就叫做暂时性的关联。 那我们所要比较在意的，在做资料库设计的时候，是比较在意这个永久性的关联。那我们的实体的关联性呢，又有一对一、一对多跟多对多。那我们先来看看实体关联性的一对一的关联性。那一对一的关联性是指的一个实体只关联到另一个实体。譬如说，学生学校目前只有一个社团，这个时候呢，一位学生呢，就只能拥有一个社团活动成员的实体。 这个是一对一的实体，这个例子。然后，另外我们再看看一对多的这个例子。一对多的关联性呢，是指一个实体关联到多个实体。譬如说，一门课程，它可能会有拥有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多次的考试。就像下面这种图，拥有关系就是一门课程，它可能拥有好几次的考试，就是一对多，一对 N。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多对多的关联性。那么多对多的关联性呢，是 m，然后冒号 n，是指多个实体呢会关联到多个其他的实体。譬如说是在选课这一个呃关系中，我们的学生呢可以选择多门课程，那么一门课程呢，它也可以让多位学生实体来选择来选课，所以就是多对多。 那这些关系呢？像这个菱形符号上面的选择呢，上面的 N、M，这些都是压轴记号，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一在前面的课程中，在前面的再讲物件导向里面的时候的课程都有为各位详细介绍过这些，呃，一对多、一对一、一对多或者是多对多的这些关联性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产生这个？这个前面是讲到这个实体的关联性哈。 也就是利用这个实体关联性的这个模型图呢，我们可以设法来把实体跟实体的关系先找出来，然后做出这个低、ER、的图，做出这个实体关联图，做出实体关联圖,图的时候，才能够展开变成我们的资料表，然后才能建成我们的资料库。那一定要先知道有多少实体，在这个我们的这一个范围之内有多少实体，所以我们要产生 e、ER、低图呢，我们首先呢。 要第一步是要先从系统的需求来找出到底有多少实体，然后这个每一个实体是什么样的形态，啊，然后找出第二个部分呢，要找出实体形态跟其他实体形态间的关联，到底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还是多对多的关联性，然后同时呢，也要定义实体形态的属性。 跟它的组件，组件有的时候是可以单一的组件，单一栏位的组件，也可能是有多栏位的组件，这是要看这个实体它的属性。因为我们在讲物件导向的时候，其实那个在找物件的时候，在定找类别跟找物件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个实体类别。类别是物件的集合，那么要找出这一个。 资讯系统相关的所有物件，就是必须要从实体跟这一个资讯系统的范围之内相关的所有的实体，不管是虚拟的还是实际的实体，都要先找出来，然后找出它们的属性，找出它们的关系，找出它们的形态。然后要找出来之后呢，这个实体每一个实体都会有一个资料表来跟它相对应，而且要找出组件，这个组件就是唯一能够 identify、唯一能够识别出这一个主体、这一个记录的那一个栏位。 比如说，你可以用身份证字号来代表一个国市民或者代表一个人你，你你也可以用学生的学号来代表一位学生，这些都是唯一的，不会有重复的。但是姓名就可能不能当成组件，不能当成组件单位。这些事情都做好之后，也就是实体 identify 出来，实体的关系、实体的形态、实体的属性，还有实体的组件，还有资料表多少，统统找找好之后呢？ 就可以去设法画 e r d 的图，那画这个 e r d 的图呢？你可以用徒手去画，就是用用一般的笔跟纸去画。当然这样子是很不容易画的，能够画得很好的。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 Case 的工具。那么 Case 的工具呢？我们在最后一个讲师会为各位介绍。那么你可以用工具来画。那么用工具画的好处就是你画出来的 e r d 图呢，会可以在后续可以来继续使用。那么 这个我们这个伊雅地图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全部画的画的出来，可能要经过好几个轮回，不断的画，不断的精进，到最后才能够把最完整的实体关联图完成。完成实体关联图之后，才能够做资料库系统的进一步的设计，去在下一讲中为各位介绍的，呃，第一关联、第一正规划、第二正规划等等的各种的正规化的这个处理，才能够完成最后的。 资料库系统。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十四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各位的收看，再见。